当我和丈夫与六个孩子一起开车出去旅行时，我相信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定会引人注目。然而，当一辆有许多小脑袋的旅行车从后面超过我们时，我大大的吃了一惊。那辆车上有多少个孩子？我们中间的一个问道。我们加快速度，赶上那辆车时才发现，那车的后窗上挂着一张小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，别数了，一共14个。当我和丈夫与六个孩子一起开车出去旅行时，旅行。引人注目。窗。速度。